是从山下运过来的，然后它里面的空气压强就比较大，所以它会胀起来。现在我说话都有点吃力。你呢，小梁？就这。别说高原反应，天堂反应跟我都没有关系的。还不是有点晕？有。进去。买点氧气袋。天堂反应跟我都没有关系的。据说待会儿还要爬山呢，小刘。我是真的有点晕。不是你很黄吗？马哥回来人都傻了。我记得马来西之前就说过，说什么快乐星球的那个视频还是啥，专门给他，就是每一期都给他写了首歌，所以说每一首歌都是他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歌曲。当时说的，他给我说的时候就是那种十分骄傲的感觉，就是每一集都有一首歌。他的这些歌都可以拿来开个演唱会了，开个演唱会了，可以开巡演。怎么了？现在人都怎么了？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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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！20年想好了，20年之快乐星球，就让马哥带着那个体验疼痛的那个唱快乐星球。是快乐星球，那个其实第一次体验的时候，其实就会心里是真的坚持，我从。谁呀、谁来了吗？知道，他不是走。哦，在干嘛？我刚起。哎，大爷，给你看一下我们拍摄，你看我们开工的地方。辽宇，你看看看这儿，你看看看这儿。还有吃的，还有吃的。你看我们还有吃的。你看我们拍摄的环境。你这是在上海吗？对啊，不远。不远，你来找我们吧。来找我们玩吧。不说了，我们开工了。不说了，我们开工了。拜拜。拜拜。看到这么好看的环境，你们一般会想到什么？会想到在这安个家。看小鸟，不是动的。它怎么是动的？你之前不是说聊到海，你要在海边安家吗？好想在海边安家。我今天他在那新买了一套别墅在珠江。真的吗？我以为那是有钱。刚买了一套别墅，300平方。我今天在车上一直在看房子，现在已经身上有1000块钱的存款了。只要2000万。我买房子只能在重庆买啊，户口在重庆的，在北京买要交5年社保。没事啊，你来广州买，你给我买，填我的名字，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。会玩了。先辈有高原反应。这话说先辈也高反了。一人一个。你说喝那么多水呢？来，完了，被嘲讽了，怎么办啊？
我不穿那个腰。会痛，会痛，会痛。好吗？站一会儿。怎么这么有情调？我不像你。好，好的。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紧张不安的情绪。你看，你今天憋不住了，我们就可以下船了。你还不如回那个休息室上厕所。走，叫他活下来。对，我应该拿住。好死了。嗯，跟我闹的话，你会加快你的血液循环，可以吗？然后。你知道我现在下面是什么样子吗？是啊，他在用笑容掩盖他的。下好，我天哪！我来不看我就懵了。他在用笑容掩盖他的紧张。老板，给个钱，老板打打电话，跟他走。可以打个 B-box。搞错了，再来。那你也问他。太好吃了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就没见过这么好吃的。我想独闯钱塘江。你去吧，我把你那样。然后再给你再回来配一只小柴犬，跟你一起。跟你一起说，没有，有只狗在后面撵我的话，我肯定就会游泳了。可以试一下，但是这个为了我的生命安全着想，还是算了。我去找一只会游泳的金毛，然后到时候就去试完一下，金毛就在后面追着你。但是我游泳就是不会换气。我有一次不是你游泳不会换气，你游泳不会的话，更不会换气。我试过，就是因为不会换气，所以才不会游泳。他不是要拍，然后他不是就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一上来就他就是啊，就换气嘛，然后我一啊，然后我腿就放下去了。你为什么先练自己跳，不是先练蛙泳吗？蛙泳，我连蛙都不会蛙。先练狗刨一个，先练狗刨啊。虽然我不会，但是我小时候经常去游泳池，当时我才1.58米，就很小的时候。看上去的时候，知道那个先潜一段时间。哦，你还会潜呢？我潜的可厉害了。我不相信。我就会潜。我不相信。我就是潜到我憋到自己不行了，潜到那个岸边。我大概摸清楚他的套路了，就是他的会游泳，就是这样。那自由泳，就是他不会这么 low， 所以说他不知道自由泳怎么换气。哈哈，然后第三下就不行。因为第三下要换气，然后一扭头啊，我一扭头，我腿就，他不是腿是这样拍的吗？啊，然后我一扭头，就说明你不会游泳。以后去泳池来，我一定要穿上救生衣。我有一次是去海边，可就是我直接冲下去了，是我妈都没看到我，都没管到我，就是我一下一溜烟窜出去了，然后我去，因为当时那个浪嘛打过来，我要带冲浪板，我就去撞那个浪，我觉得那样子好玩。不想要，没有，我要去撞那个浪，越撞就是越近，就是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我就发现，哎，我怎么踩不到了？还想继续玩，到后面可火了，然后一个人要游回去了。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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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。你是不是修仙呀？人家都冷，为什么就你不冷？只有七月份的南极能使我畏惧。你在看什么呀？来，给你们衣服上贴一点啊！衣服贴不贴？给衣服贴点。不用。啊？不用。你火气这么旺呢你？啊？你在看什么？就是你一个人出来，跟李和聊玩一起出来。
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请充电。感觉有了一个同伴，有了坚强的后盾，感觉比较有安全感。干什么啊？是的，我是这样觉得的。他的头像。我也是这样觉得，我觉得大家一起出去做一个节目或者活动的时候，就是可能会更有自信一点吧。那跟七个人一起出去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就更自信一点。社交恐惧症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没有社恐。你看他收了，证明他有社恐。你来，太尴尬了。你说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。我好自信啊！我就是世界上最帅的人。太小声了。我就是世界上最帅的人。太尴尬了。你觉得他是吗？不尴尬呀。救命啊！你觉得他是吗？是啊，不过还有啊，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帅哥，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帅哥，世界上最漂亮的帅哥，世界上最最闪亮的帅哥。啊，冰。都要喧哗了，真的说喧哗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都快文化了。姑娘就是青青柠，不对，那是青青柠柠柠柠。该你了。点灯没有感觉，不行，我反正我已经送完了，不行，哇，太恶心了，快点，我都做了，蹦蹦蹦蹦，找到我走，啊！大家想获得自己的晚餐的话，就要通过比快餐的方式来获得。减肥不吃饭，点外卖呗，但是我也要吃啊。你们点了之后，你自己再点菜吃。但是这个不要钱，先得了解有什么东西啊。哦，懂了。哎，生蚝不要钱嘞。生蚝不要钱。先这样吧，我这边的话问一下跟同事，然后收领回店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我的家乡。在东北，从华强上海。我出生地广州广式烧鹅。那有个粥，就是一堆那个专门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吃的，同样有一个蒜也是，就是那个东西。腊八粥。那个对不对啊？腊，等一下。爆，就是爆。嗯，广式辣爆头。呀，我是爸爸，你是儿子，你是我的。你才是儿子。我是爸爸，你是儿子，你是我的。你是你的爸爸。你是我的儿子。我是爸爸，你是儿子，你想这个关系，我一般会叫你什么？儿。爆。广式。是什么？辣爹。七个字儿，粥饺吃饭，广式辣米饭，没有没那个米。喂，按斤卖的呀？波士顿那边也是按斤卖。那算了，那生蚝呢？
按个卖，一个多少钱？菜单上是免费的。那算了，那算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看来波士顿那边和澳洲那边的龙虾都有一点傲娇啊。广式辣，爆和辣，中间是个啥？你想爆仔饭？面吧，说出来了。是啊，广式辣味煲仔饭。第一个字特别简单，咋？第二个鱼。你注意看我所指的东西。色。三色拼盘沙拉。不，三色那个字对了。拼。哎，是个谐音梗啊。拼。看、就是、太难，他告诉你了。三色平湖，哎，第五个字要想约。三色平湖，鱼。不，老师眼中的这段舞蹈。二三四五六七。也老师眼中的这段舞蹈。早，不是那个操，哦操。早蛋啊，换个读音，造蛋，糟蛋，这个得吃一个，我再比划一个，我一定要让显示出我的聪明才智，但是你不能玩赖啊。那这样吧，一分钟如果他没有猜出，三十秒他如果没有猜出来的话，今天我不吃晚饭。好，现在几秒了？妈妈还没开始呢，来。你不能乱说啊！三二一，和三，三辣，不多。你们那地方，三大机器，三大机仇。嗯，爸爸和儿。第二个字是卡机子，第二个字是三三为一机子，不会是三卡机。第二个字是 no。不，这是数学，数学。乘。哎，第三个字。哦。三乘辣子。说呀。三乘辣子的呀。儿。蛇。三乘辣子蛇。故意。鸭。三乘辣子鸭。你就不说。三层辣子鸭，哼，他都知道了，他不说，所以我今天还能吃饭。三十一到了吗？三层辣子鸡，哼。说要是鲷鱼吃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个，我要吃那个。你要吃什么？哎，张鱼生。比如说，小宋你想吃的菜，就从这儿看到了之后，你提供出来。如果小刘把那个菜名答对了，你才可以点这道菜。管你听没听懂，看就完了。三个字。嗯，汪汪汪，狗。然后是，太简单了吧？你选的什么呀？狗，狗炒，狗。狗胶啊，狗胶水、狗胶花、狗胶尿，对吗？是吗？你是不是知道这个？我不知道，我猜的。因为你相当于这三个字，你肯定会想特别奇葩，所以说我用我的特别的，我这大脑的独特思维方式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就狗胶尿，是个什么菜呢？请问？野，等一下，精，我给他换一个，咧，笑，四个字，嗯，就是这个，笑口常开，笑口常开，狠一个，狠一个来，给他们狠一个。这样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咕噜肉。鱼，嗯，飞，龙，口水鸡，啊，口水鱼，第一个字，口，水，鱼，
水，水煮肉片。对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做的那个呀。我算是服了你了，这我哪能知道啊？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说吧。海带，很像的东西。菜，紫菜。嗯，三个字。炒紫菜，掐紫菜，大紫菜，小紫菜，紫菜蛋，蛋紫菜，吃紫菜。对，那最后一个字你倒是给我形容啊。我有个字，糖紫菜。紫菜糖。哎呀，紫菜碎。啊，紫菜汤啊，紫菜汤啊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第一个字，公司。人。秀。强。硬币人。哎，啥菜啊？拍黄瓜，四个字，拍，响，转，扯，香扯，香，香辣，啊啊啊！香辣鸡，香辣鸡手。香辣鸡翅是吗？太简单了。四个字，送，好。哎呀，我说命运啊！有钱我霍霍，扔，松扔，松扔是什么？是松扔人，哎，松人，算了，就提醒你了。送人皮鱼，送人鱼，什么？送人玉米。下一个，四个字，第一个，吐，笑。呛，炒，雏鹰展翅，现在开始广播体操，呛炒操鱼。哇，呛炒草鱼，太聪明了，好笨啊！这是什么？现在这样，然后我现在持球过，呛过，呛锅，呛锅草鱼。对，这一天天的吃饭太难了。这不是我们昨天点的吗？是的。还可以吧？我觉得我点的菜都还挺不错的。那个狗叫尿在哪？狗叫尿是那个吗？这个饼啊，我觉得我这个点头一点的特别好。对啊，看起来就很有食欲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鸡翅啊，也是我点的。那个呢？那个是你点的呀？什么东西？水煮肉片啊。哦，对啊，这玉米是我点的，我记得。水煮肉片没有卤蛋差评。你先试一下吧，好吧。很 low 吗？什么味道？没有味道，就是主食的味道。那为什么要取狗酱酱这个名字？不知道。这两天怎么样？你觉得？风很大。我觉得是挺冷的，最近这两天真的风又大，然后又冷，但是感觉来了这一趟还是挺有，就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感觉见了一个大世面吧。是的，很有收获。感觉现在我看了那个东风三号，
真的是看起来特别震撼。对啊，然后那个教授也跟我们讲了，讲了好多好多，就是当时的历史啊，是的。所以就是这一趟旅行还是蛮丰富的。是的，所以吃饭吧。吃吧，我快饿死了。来吧，一起吃吧。我尝这个鳕鱼，草鱼，草鱼。哈哈，这就是我们辛辛苦苦赢的吃的东西。这就是我的三色平湖糟蛋，这可是我们历时10分钟才做出来的吃的，必须得好好的尝一尝。有点担心这个鲍鱼老板鲍鱼米饭太多。百万小天才有些东西，我来试个蛋。被搞半天，这只是个皮蛋，有可能。妈呀，它真的就是皮蛋。亏了亏了亏了。